还有重要岔路口，这商贸空间呢，哈，天际线的那个指标都做好了。重点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重点是这里有台湾根吉兰，两株。那边还有，那边还有一大束遮住哈，搞不好就是这个哦，藏在里面呢，看不见呢。这鬼杀球啊！我登山杖拿落去啊！鬼杀球咋了的啊？鬼杀球咋了的啦？把鬼杀球拨开它，跟国赛鬼杀球抢地盘呢。重要岔路口发现7+2的族群，七在这里哈。就是这个重要岔路口，对，左上世贸空间，我看到七有了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二在里面了，看7+2，哦，蜜蜂一直叫，叫我赶快走。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，后面还有两个，第8个第9个，完成7+2记录完成。又有了，在贸空间的路上，一株两株一串两串，下面还有两串，很深的山谷，还是三串还是四串不管，反正山谷里还有，就是在这种湿湿的地方才有，够湿才有。 OK， 我就想要更新不出来，这已经卸掉一半了。还没卸就长这样。OK。来啊。没多久又出现。其实不是四个哦，是六个。这边还有两个，但是这都已经卸一半了，这个也卸一半了，然后这三个还没卸，对啊，这里卸一半了，再卸掉一点了。好，又发现一个六个的哈，就在路边了。发现一个，这很明显哈，这里当然看不出来是哪里，但是对面，哎呀。看不到，对面就是刺格中继站，刚是毛空间下来，这边还有一个，我已经卸掉一半了。 OK， 没有拍过这样子的花，没有了，但是那个花萼是吗？花萼还在，还是它会结果，我搞不清楚，但是结果吗？结果变种子，是这样。第一次发现这个，以前都没有发现这个。
又来一个，刚刚开始要开而已哦，从下面开上来而已哦，上面还会开出一大串，加油！发现一个两个刚要开的，应该说快开完了啦，快开到尖端了。OK， 还没有全开完，但是快开到尖端了。OK， 所以走。还没到，远远的又看到了。哦，已经数不清了，反正一路上都有了。哦，这个都开一半了，一二三四五。睡。有了，又有了，前面的路上又有了。哦哦哦哦，又好几个了。一二三四，一。三四，啊，我刚刚就在说，照理说这么样子潮湿的环境应该要有啊，你看终于出现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出，我的意思是说应该要有台湾根节兰啊，因为它真的很湿啊，你看。真的有，在摸上，刚刚还有一个、啊、在哪里、啊、在那边，那边还有啊，对啊，怎么样？我已经变内行了啦，找兰花已经找到内行啊，找台湾根节兰，卖公你管嘞，卖臭皮哈，真正的啊，我是内行的了，来问两个。